看的是1980年从阿里山退着调拨花莲来这边展示的。我是刚刚列车长呢，1811年5月15号哦。那个花莲的慈南森林国家公园，15:25出发的是16号的蒸汽火车加木材车。哇，这森林生铁就要有一个蒸汽火车展示的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片，给它赞名，多多点我们大家。那这次再见，拜拜。所以真的小心寻找各位。哦，还蛮滑的，我个人认为真的。好了，谢谢各位，那下面干嘛咱们走，拜拜喽！16号蒸汽火车，阿里山迎接过来的展示，在此呢。如果你喜欢片，干嘛咱们多多点我们的一个，然后下来去那个慈南的自然教育中心。他们陈列馆就对了。谢谢哥哥，我小朋友妈咱们都做点我们大局方面，刚才支持爱健康，拜拜。这边是以前的蒋公行馆，对吧？这样啊，好了，刚才各位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